一到武当山啊，是人人都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武当山啊有非常神奇的武当功夫。那么武当功夫啊是中华武术的一大名宗，它也是武当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武当山呢，表现蕴秀，以它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人文景观。 孕育了举世瞩目的武当武术。那么武当武术呢，它的发展、继承以及它的这个演练，都与道家哲学思想和养生健身之术巧妙地融为一体。那武当武术啊，它有健身、养生和防身的这个功效。 自宋代张三丰祖师开派武当仙宗以来，代有传人。那么到目前为止，武当武术啊，它的传播已遍及了世界各地。那么武当山呢，它在什么位置啊？它是在中国湖北省十堰市境内，方圆800里。那么武当武术啊，就是在这个。 深山峻岭之中孕育而生。那么当时啊，在这个明代，武当山是一个非常鼎盛的一个道教圣地，被称为是天下第一仙山。明朝啊，动用民工30万，用花费13年时间，那么修建了一个庞大的古建筑群体，所以在历史上又称为。 北修故宫，南修武当，这当时是明朝永乐皇帝的一项国策。那武当武术啊，在这个深山峻岭之中，它的孕育有它的偶然性，当然也有它的必然性。那么在武当武术这个形成过程中，也形成了武当这个它独特的一个文化内容。 武术界啊，都知都由一个尊称，说"男尊武当，北重少林"。那么这个这种说法，这种传统，它的特点展现在哪里啊？有以下几个特点：武当拳啊，它遵循自然，以人体的这个科学和医学啊经络为它的主体，讲究自然、顺遂。 流畅，那我也称为内家拳派。少林呢，是刚猛、舒展、大方，被称为外家拳。那么这个内家也好，外家也罢，它是中华武术啊，不一个不同的表现方式。那么最高境界也会殊途同归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中华武术，看到武当功夫。 我想在文化上，在武术特点上，应该要有所认识，才能更好的去继承和发扬它。那么，我们作为武当山内家拳派祖先的传人，对武当武术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认识呢？我想有几个特点：一，是武当拳派啊，是把这个武术啊作为一种修炼、养生之道，来加以继承。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是，叫以武演道，就通过武当功夫来演化道教的方术和它的思想的展示，是吧？也体现了天人合一这种思想观念和这个修真养性的这种科学体系，使人身体啊更为健康，是吧？更能够体现它这个哲学艺术的这一个独特的神韵一面。其二呢。 是一道来演武，那么前边的是以武显道，就是如何来显化道法；那后者呢，是一道来演化武术功夫。所以，我们中国啊，现在对武当武术的认识虽然很普遍，但真正看到武当功夫的人可能是很少。这与武当派啊历代的传统有关系。说武当派功夫啊。
非常的神秘，也非常保守。这是个历史的这个传统的问题。那么到21世纪了，我想武当武术啊，以及它的文化体系，这个逐步被世人所认识。这个中国最古老太极拳法，大家都尊为武当是它的发源地。那么也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天下太极出武当，武当太极甲天下。那么而今呢，世界各地学习太极拳的人也非常多，几乎遍及了世界各地。这也说明武当武术啊，在21世纪焕发出它特有的神韵和它的特有的魅力，将造福于整个社会。那我作为武当武术的传人和他和我们门下弟子们，都应为此啊做出积极的这个努力，来去传播、去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这文化遗产，来继承这种优秀的功夫，使武当武术和武当文化走向世界，是吧？让世界啊，这个来了解中国的传统功夫，了解武当武术，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。武当玄武棍，取自于武当玄武神之意。玄武是龟蛇连体，龟代表水，蛇代表火，水火既济。武当玄武棍也是武当派护山棍法、镇山棍法。此棍法表现了龟之沉着，蛇之灵动，步步缠丝，步步玄机，招法多变，是一套很好的健身和防身之棍术。第一式，紫气东来。下面讲解一下第一式紫气东来手势。紫气东来取自于道教武当派，在起势动作当中引气归元和凝神静意，全身放松，气入丹田，这么一个动作要求放松身体，放松身体前倾，形成任脉和督脉前后贯穿丹田鼓荡，
完成一个小周天呼吸吐纳，然后形成剑指，左手剑指向下插，向前伸，伸直，然后往回收，收于胸前，保持静心，收意，再推出，侧身，高度高不过眉，低不过胸。 这是一个起势引气动作。下一式，朝天一炷香。下面讲解一下朝天一炷香动作要领。接前式，它是一个举棍运棍之方法，有一个小小区别。 它讲究阴阳和乾坤，起手为阳，合手为阴，阴阳合一，形成一个太极，左右太极。那么起势，棍法要保持垂直。首先，两目要向前平视，开始集中精神，集中自己的体力和意识，准备做棍法的演练和攻击防守。 而要求这个下手把要有滑动，可以滑动，上手也可以滑动，所以武当玄武棍呢也代表了蛇中间的灵动作用和龟啊非常沉着、稳健这么一个特点。那么在整个棍法当中会出现有这个一个很大的反差，或者是这个起，或者是落，或者开，或者合。那么要从这儿呢把这个思想意识做好集中。 做好全身的鼓荡，用全身之力，运用于两手，贯穿一棍身、棍尖、棍头、棍尾。下一式，仙人开山。下面讲解一下。 仙人开山动作要领，仙人开山是一个滑把，首先是滑把，左手啊向下滑动，上右补，然后拧腰转身，进，左脚，脚跟着地，侧身斜劈，一个劈棍，斜劈下了，这个斜劈啊可以身体稍微略微倾斜。 可以略微倾斜一点，形成一个螺旋形式，可以搭腿打腰。那么这个棍法，我讲解它的一下内在的实用价值。这个过去啊，我们跟师傅学艺，跟这个上一代掌门人学艺啊，都发现这个棍法给别人接手，可能很快对方都没有攻击能力了，会器械会丢失。有些是从上从对方。 用棍打头部，或者是用刀，或者是用剑来刺头部，或者攻击头部。那棍子往朝空中有一个打，然后这个是蹲身，走走走，蹲蹲身打腿，一腿人都栽跟头了。这是其中之一。第二呢，是这个攻击腰部，我可以通过这个他打头部之后啊，打着腰部，走走打腰部，腰部也可以打。 所以这个力量啊，利用身体的惯性，打击力量是很大了。所以它的用法是一个非常简洁、朴实、无华，又非常实用。尤其在这个方身滋味当中，它会发挥奇效。下一式，蜻蜓点水。 下面我讲解一下。 蜻蜓点水动作要领，先点水啊，顾名思义，是先用左脚震脚，震脚之后啊，要迅速反应，棍呢从身体左侧向右侧开始挑架，挑架回，然后这个右手啊控制棍重心，用左手在后把往前引动。 同时，右脚上前点部虚步。
棍法在这个头部侧面，以护头为主，保护头部，然后斜身下劈下点，形成点棍之势，点棍。下，那么这个下去啊，又形成一个小穿子步，穿子步。这个棍法也非常实用，这个在武当派历代传人和掌门当中，都有非常巧妙的运用。 故而啊，这个棍法也是在传承当中啊非常隐秘，是吧？过去传人非常少，就像过去武当剑一样，传人极少。那我们讲解一下用法。这个用法呢，就是像对方啊，这个攻刺胸部，不论是刀还是枪还是棍，那我们也迅速啊，走，迅速走，不要动，好，迅速这个脚步正脚。 迅速走，而且正脚同时啊，实际上是一个力量，这棍呢一打打掉了就，是吧？可能一正脚啊，这一瞬间，这个力量是一个寸力，棍啊，走，棍掉，走，啊，这个力量这正脚和这个发力要同时走。好，再来一个发力看看。好，这次棍过了，不过是头部还是这个胸部走，所以一接手啊，可能这棍会打掉。好，那我们将后边的点击怎么点击？ 上步，点头，这个打开以后啊，点头跑不掉了。其实这其中之一，气儿打腕，点腕，点腕，啪，腕会点断，打断。这是第三点，打肘部，肘部点它跑不掉了。第四个，点击肩颈穴，这个会把人打成致残废，可能会产生一些很这个很伤害性很大的这些作用。 那么这是棍法的运用，那么这个棍法，这个同时啊，比如说啊，对方扫棍，扫棍，扫，我也是这样，挑，打，抖，或者攻击咽喉，斜劈，变化多端，一棍多用。下意识，行步撩一。 下面讲解一下行步撩一动作要领。行步撩一，它是一个上级下撩这么一个感觉，上边有一个劈棍，怎么样？走，上步之后呢，再上去，像衣服一样，会撩起它，这么一个棍法特点。其实它步法上啊，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小穿子马步，啊，突体现了一个。 下劈，上撩，上衣服一样往下走，提起了，提起衣服，是吧？撩一的意思，撩起，但是它这个用法也是非常独特，我们讲解一下。你先走一个，好，大家注意看看这个动作以后呢，这个下边走，刺腿。 走，可先挂它，点头，点头它会迅速往后撤步，上架，上架怎么办？然后我们上步，打这儿跑不掉了，或者是点腿，点腿啊，这个都是攻击性很强，甚至打肘部，踢踢腕。说行不撩一啊，它有几种打法，用法也是很多。下意识，擒龙出水。 下面我讲解一下青龙出水动作要领。青龙出水啊，是一个圈棍，只不过圈上步，上步。那么这个步法是两个，一个是右脚上步，左脚倒插步，然后圈棍，再圈棍，扣腿，扣腿呢是左腿扣右腿，下蹲。这个青龙出水啊，两个圈棍，一个点棍。 搓棍啊，往前搓，搓。但这组棍法呢，主要是配合身法步法，加一个点棍的这个过程。那这个我先做一个示范，讲解它一下用法。
当然，这一组啊，也无论是刀、剑棍、枪，都是如此。这对方上胸中的刺刺刺来，先压住他。那么他的棍收棍以后啊，开始再开始刺攻击头部，再开始压，就形成两足啊，走一个走，走，那么两足，那么这个两足之后了，顺棍而下，顺棍而下，点击咽喉。 那咱们不要急了，走，走，这儿用这个腕力拧，点击咽喉。所以这一点击啊，人迅速的会产生这个很大的生理反应，具有很强的攻击性。那么重点的掌握圈，要学会圈棍，外圈身法要往后转，靠步往前点棍。 下一式，黄风出动。下面讲解一下黄风出动动作要领。这个在武当玄武棍当中啊，有很多都像武当拳在外界的这个感觉一样，它是暗藏玄机、暗藏杀机，有很多是属于暗动这个棍法，非常奇巧。 那前面呢，咱们可以看正身，前面有个动作，那这个是迅速落步，重心降低，然后手啊开始滑把，前手也可以滑动，挥点。这个戳棍呢，这个眼神要迅速，从右转向左侧，平视，眼睛一定要在平视。那么这棍呢一定要放平，右手啊掌心向上，左手。 掌心向下，形成一个合力，往前戳击。这个动作看来简单，非常实用。我再讲解一下用法。如果有人从背后啊偷袭，一棍呢从头部扫来，头部，我很迅速低身攻击。好，你头上走一个。 刀也是如此，因为这一棍在下边，很容易去防守下盘，那么上盘是空虚的，那我借助重心的起伏攻击，甚至的对方啊，如果是用棍劈我，一棍呐，哎呦，很快劈过来，下来劈棍，你做一个劈棍动作。好，还劈棍还没劈下来，这一棍也差不多了，都举把棍举高，举高你再看。 哎，他的曲棍，这叫后发先至，所以武当拳派啊，他讲究一劲之动，后发制人。我现在不动，等你棍劈下来，这时啊，还没有近身，我一棍呢、啊，已经顶住你这个心窝。也我们所谓的是，他们潭中这个潭中穴和九尾穴，这点穴威力也是非常这个凶猛。然后左还有他攻击动作啊，他伤害性也是比较大。那注意运用重心的高低和角度。 来掌握运用它的技法。下一式，流星赶月。下面讲解一下流星赶月动作要领。流星赶月啊，我们还是做一个这个反面动作，实际上是一个后脚的动作。我们利用步法和身法、棍法的。 三者的结合，巧妙的这个动作，来完成防守和攻击。首先是左脚向左跨开步，同时棍法用这个后法挂，挂了以后圈圈棍。那么这个只要挂住，在圈的同时，右脚向左脚后方后插步，然后再挂，再开左脚，再圈。 在这个倒叉右步，那么做两足之后了，后边是一个这个反点棍，点棍，点棍呢，利用重心，身体重心下移，和右脚向后撩起这个动作。那么撩起以后啊，膝盖两个膝盖要并拢，不要往前抬，也向后脚相对来保持平衡，控制自己重心呢，不要晃动，不要晃动，眼睛啊向后看。
那这一组动作啊，也有它特别的实用作用和价值。尤其是像古代人呢，可能会用枪啊，不断联系攻击这个腿部，因为这个动作啊，上半身可能容易防守了，下半身都空虚，攻击怎么办？都一个一个走，挂开，走一个，圈一个，挂棍、压棍。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感觉，对方棍来了，架住他，他上面来以后啊，上面往回压，利用身法。那么这个身法呢，在压住他同时，顺棍点击他，点击。还有一个是顺棍呢，从下点击，棍法也比较高，比较高的话，我从下点击走，这儿攻击他，一样，是吧？身体要侧倾，保持啊，人的面积减小。 以侧身、后身、眼睛看好，点击，包括膝盖可以打击膝盖，打击这个胯部和肋部。下一式，燕落平穿。下面讲解一下燕落平穿动作要领，接上式。 接上式，我们棍呢开始反点，然后棍法利用棍法的惯性，再反点，反点过程中，左脚向右后方插出，然后利用右腿起跳，迅速起跳，空中起跳，往下一个劈棍，劈棍呢要求要在空中开始往下劈。 落步行，形成右蹼步，蹼步下去，棍放平，要掌握棍身呢，它的整个力度，要劈下。那我们讲解一下，它这个用法呢，实际上是一个群战用法，人很多了，我可能会群战，利用左右前后四面这个点击的作用，来加大这个攻击，加强了防守。 因为有效的攻击一定是有非常有效的防守，那么有效的防守一定会带有非常强烈的攻击性，所以我们把需要功再做一个这个介绍，它的这个用法。比方说啊，有些啊可能是这个准备攻击，准备攻击呢，实际上我这个在侧身呢，我们这个侧身给人感觉是从头上走。 他对方从腰部打过来，实际上在没打之前，我先点头。然后如果是这个他的动作很快，我迅速撤步，棍是空棍。那么后边这一组棍法呢，实际上起到一个这个反打的作用。比方有两个人或者四个人，甚至更多人在攻击你，你怎么办？那我可能是在打完之后呢，迅速利用反作用力点击这个效果。 那么最后这个棍法呢，实际上是一个对方啊可能会对你攻击也很快，你两个攻击之后啊，他认为你脚下非常稳，可能会攻击，那么你要起跳，打打这棍打腿，哎，你起跳起跳同时劈下来，这一棍劈到底，所以也是一个群战连环用法。下一式，白蛇吐信。 下面讲解一下白蛇吐信动作要领。一提到蛇啊，人都知道蛇都藏在草里边，是一种暗藏伏击这么一个感觉。不要轻易去惊动它，惊动它以后它速度很快，它有很强的攻击性。那么蛇最大的感觉是吐信，这瞬间啊是非常迅速，也非常的这个刁了。那么棍法也展现了这么一个特点。首先啊是这个在俯身同时。 迅速蹬左脚弓右步，棍呢踢棍，踢棍右手掌心向上，后手把握紧，利用滑把迅速往前点出，形成一个吐信作用。那前边手啊可以稍微松一点，松一点没关系，但是要控制它的重心，要平稳。
那么这个蛇啊，也表现了像武当山的玄武这么一个概念，龟蛇连体，对吧？形成一个玄武之位。那我讲解一下它的用法，对吧？如果下边附身这个像一个龟的话，那出这个出这个出棍点棍就像蛇在动。那么这个劈棍呢，比方这个劈棍，这个劈下了，劈下以后啊，人可能会后撤，再劈着棍往后撤。劈空劈成一个空，这个空棍，那怎么办？我迅速啊，用白蛇吐信之势，点击裆部，点击膝盖，点击这个肋部、胸口和点击咽喉。那我一劈往后退，劈空，马上跟上一个点击。所以这个棍法也是确实有它非常独特的地方。那当然了，我们讲解的用法，重点还是要让大家认识比较神秘这样一个一组棍法，是吧？尽管武当功夫啊有它神秘的一面，我们希望用很好的这个习武思想和武德思想认识它的技法，不可以妄动。下一式，狮子回头。下面讲解一下狮子回头动作要领，即上式。左手旋转，迅速往回收棍拉棍，利用这个惯性，右手控制重心，控制棍身重心，脚这个左脚向回拖回半步，右脚随时往回跟，形成一个这个斜身姿势。而这个步法是一个倒坐七龙步，我们都知道八仙过海有个这个张国老倒骑驴这么一个动作。那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倒骑龙这么一个步伐，然后棍呢假于头顶上方，侧身眼睛向后方看，后方指的是右后方，注意膝盖形成90度，脚后跟抬起，不要往内扣，要打开，保持重心平稳。棍身呢先向下，形成一个护头、护身、护腿这么一个这个状态。形成这么一个定型动作，一边护头、护身、护头、护腿。啊，当然这是个防守的比较好的防守动作。我们讲一下防守在它的用法。如果我们携带是攻击它，一个白蛇吐信，这个对方啊可能从这个用手啊反手棍打击头部，打击我们头部。打头怎么办？你现在来不及往上走，来走往上打可能防守不了，要迅速啊，蹲身收棍，也不要加强防守，算是一个很好的防守动作。那如果说这个对方啊，他突然袭击腿部，从侧面攻击腿部，从这侧面攻击腿部，好，攻击腿部。搞腿又怎么办？我迅速啊，用这个挂住他，走，转个身来。再看一眼这个动作，你来不及防守怎么办？利用棍身的变化，棍头、棍尾的变化，前把后把的变化，走。我先防守他，避免对腿部的攻击和伤害。横扫前军。下面讲解一下横扫前军动作要领。那这个动作啊是接上式。接上式了，在这个武当派这个功法里边，有很多是属于扣步、圈步，而大部分都是走半圈、三步、五步、七步、九步，就这样这个圈步出来。有时候我们可以称为它叫小三角步。那么如果是在这个传统武术里边，你看到最多走圈步啊，可能是八卦掌比较多，是吧？里边有唐尼步啊，还有一些这个飞鹤步啊、鹤形步啊，或者是龙形步。我们的圈步把它作为像龙形一样走半圈。那么走半圈呢，要结合棍法和利用腰力，先把它放肩上，这个力量都非常踏实了。然后开始迈半步。
这个左脚啊向左迈半步，右脚与左脚并拢，然后画弧，脚外摆上步，然后再上左脚，上左脚了往下也扣圈，然后这两步啊是很重要，这两步啊要运棍，棍呢要开始横扫，扫出来，横扫之后了这个。 右脚又向后撤步，中间有一个云棍，云棍以后向从左向右横扫。那么后边的回身呢？回身也是如此，先上右，向左脚外摆，再上右脚扣步，再撤左脚，形成回身，这个横扫扫棍这么一个扫棍之势。 这个扫棍之后了，要利用这个靶上的变化，使它收回，藏于这个肩后，把棍呢藏在后边，形成这么一组，扫完之后了，这儿也收回了，眼睛斜向右前方，棍呢放在肩上，很稳。好，我讲一下它的用法。 好，首先是这个对方啊，可能会从这个后方来追击我，比如说追击往下劈棍劈头部，劈头部，我可以点击一下这儿，打下这个地方往下劈，这个劈棍，比方说还有一个劈棍劈下来，走，那我这儿可以打他了，打同时啊，利用角度变化往前走，利用角度变化，我可能这样一个云棍，再往回走。 在这后边这个棍法了，实际上是一个截棍，走，抽棍。这个截棍，截棍以后啊，我们可以利用步伐撤右脚的同时，点这儿打，可以翻个身来。注意看棍法，上面走，走，攻击他，是吧？这利用角度，利用身法。为什么他劈下来之后，或者劈棍往下劈？哎，我。 利用身法撤这个左脚，再上右脚开步，走。所以他在攻击上啊，在利用了角度、步伐、身法的变化来产生防守和攻击。那么往回回身呢，这个是横扫千军呢，这个力度很大，所以在棍术里边，中国武术啊有一个传统的说法，叫做棍扫一大片，枪扎一条线，单刀看手，双刀看走，它都有一些不同的说法。 这是一个规律性的动作。那我们如果体现棍中的扫，像秋风扫落月，是吧？虎虎生风，是吧？有一股风声打出来。那好了，这个在棍法里边，我可以利用上击击头部、中击大腰部、下击击腿部，形成横扫千军之势。这个利用腰力、棍力、棍借人力、人借棍威、借棍威风，完成这一组动作，打出来非常有气势。 然后这个棍法，这个有它独特的这个感觉和它独特的神韵。再有武当弟子，我们武的弟子啊，袁立敏在做一个连贯动作，可以听到风声。下一式，行步撩一。 下面说明一下行步撩一动作要领。那么在前几组动作里边出现一个行步撩一，那现中间这个是一个连接过渡动作，和前一式行步撩一要领一致，在此不再不做重复这个解说。下一式七星朝斗。 下面讲解一下七星朝斗动作要领。所谓七星朝斗啊，与道教的这个阴阳五行八卦七星有关。所谓七星，天上有北斗七星，它有不同的方位和不同的这个要求。那我可以看到它的棍法，从行不了一开始。那首先是一个撤步，后边用后把下压。 然后再有一个挑棍。
然后之后啊，利用这个腰部、腰部力量，横击，然后再横击，最后一个反撩，反撩棍。这个撩棍呢是利用左手握把，右手啊滑把，叫棍法里叫滑把，起势，起势啊身体后仰，力求利用身体的惯性和棍法的棍的惯性。 来完成本组动作，而这棍身先向上方，先向上方，啊，依次到位。这棍法有一些比较复杂，我们再讲一下它的用法。好，这个，咱们先说第一个，往下压把。对对方啊，对方攻击之后，可能我也撤步。 侧步，他开始再往前再攻击，再攻击了，利用把来压住他，压把。当这个压把也可以往前滑，往前挂下来，挂下来怎么办？我利用这个挂了一瞬间，往上上步，打击裆部。当然，这个打击裆部啊，也可以把棍拿起来。打击裆部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形成连击，左一式，右一式。 再练连击，然后再左，好，下边的空档在这儿，我利用打点膝盖，点腿，点肋，打肘，也许在手上一打棍子会掉下来，走，走，哎，可能哎手打开了，棍子马上脱手，然后手棍，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对上体上体啊撩击的动作，那么这个撩击啊要利用身体的惯性一起打，走动。 那么最后啊，有一个这个定型动作，也很威武，也很壮观。棍子斜向上方，斜向上方侧身。所以注意动作啊，协调连贯，顺遂有力。下一式降龙伏虎。下面讲解一下降龙伏虎动作要领。 一提到龙啊，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，所龙的传人，龙啊在云中雾中，传扰封闭，是吧？可以据说是可以升天，可以入海，是一种传说当中的一种神物。那么这个龙啊，也代表是缠绕之意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有很多像龙在海当中啊，在翻腾，在云中啊，在行走，是这种感觉。那我说这是一个上下这个。 啊，棍法的讲究应该它是一个五花，方转身五花的这个作用。那步法呢，要随身法的变化和棍法的变化，上步，上左脚，上左脚，左步，然后五花翻身，撤右脚，然后再上右步左脚，往下伏虎。这个伏虎啊，顾名思义是老虎要攻击了。 我们现在怎么把老虎控制好？龙怎么能够不想升腾，是吧？在云绕雾的雾扰当中啊，能够擒龙，然后也能伏虎，把虎啊怎么能控制好？所以下边一个伏虎之势，这伏虎式啊，类似于我们武当内家拳法里边的伏虎桩。咱们看一下伏虎桩，棍法也是如此。伏虎之势，身体向后伏，棍把代表是虎头，这边代表是虎尾，抓住虎尾，按住虎头。 这个虎的动不了了，那么必须要有这种意识和意境贯穿于棍法当中，才能体现玄武棍的它玄妙的一面。再讲解一下用法。好，先说这个棍呢，打击下腹。这个棍是一个翻点棍，然后利用这个转身的过程，利用转身的过程，走，下来。那转身还要撤步。 撤步怎么办？撤步啊，剩下这后边啊，还有一个挂棍，这挂棍，伏虎用后把攻击他，打头部，还有用后把打腕部，打这腕，一打腕，两个棍子丢了就棍，搞快点，走，这儿一点，好，两个手同时动，动，啊，这个一点啊非常快。
当然，这个是腕部啊，它很脆弱，是吧？每个人呢都是都由它脆弱里面，那怎么办？利用棍法的伸缩和它的点击来产生一个击棍打棍，知道咱们看看这个不接手，你记住就可以了。走，哎，这个动作啪一点，人呢会心惊胆战。下一式，蛟龙出海。 下面讲解一下蛟龙出海动作要领。蛟龙出海啊，也是武当派玄武棍呢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一组棍法。那么看到这组棍法，你就发现武当派的棍法与其他棍法有明显的区别，不管是在步行、步伐还是棍法的运用当中，第一个是给人感觉眼花缭乱，第二个给人感觉防守严密，进攻巧妙，然后充分体现了一个。 龟和蛇中间相辅相成，上下连击，以及沉着、灵活、快速这么几个特点。可以看到，它首先是左右撩棍，小五花撩棍，翻花撩棍，然后随着步伐加快速度，速度看到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。那快到最后啊，在这个防不胜防之时，突然袭击，乘虚而入，一个点棍。这种点棍呢？ 只有武当派玄武棍里边有这种棍法，是吧？据我们说，这个参加活动看到其他棍法没有这种特点。然后利用后边是这个七龙步，七龙步又仍然也是武当拳派啊一个特殊的步行，结合这个棍法，而棍法是从肩上，从肩上啊，利用肩后边的顶力往下点击，而这个速度啊非常快，非常蹊跷，人没想到啊，可能很多人没想到。 棍中啊没有棍了，只有一个五花棍，突然会出现一个点棍。那么我们讲一下利用法。尤其是在古代，如果是有人呢拉弓射箭要攻击你，甚至有很多这个外来小兵器啊暗器攻击，你怎么来使身体防守好，使身体啊这个不受伤害？这个与古代这个交兵啊打仗有关系。我首先是防守。 防守，然后再往上走，又是防守，再防守。那么防守过程中呢，连续撩击，我不单纯不光单纯是攻击，还有上边是花把，花手啊，打击手部，这打击手部，这打击手部，花把，一个花把啊，对方的马上就会丢棍，这棍丢棍，这棍是吧？这丢棍往上一口一口的都没有了，这个也是往上走也是一样，一滑松手，没有了，棍会丢，所以。 在这个同时呢，对方已经没有东西了。好了，你把手丢棍以后举手。好，这儿攻击他，带动，我根部攻击他，攻击咽喉，攻击裆部，重点是攻击胸这个心口心窝。所以这组棍法非常有特点，也充分的代表了武当派棍法的一个这个古老和朴素的一面。再由武当弟子袁立民再做一次示范。 下一式，降龙伏虎。下面讲解一下降龙伏虎。那么在前两式、两三式啊，有一个降龙伏虎，与这个过渡的降龙伏虎，动作要领要求一致，在此不做重复解说。 下一式，黑虎作动。下面讲解一下黑虎作动动作要领。黑虎作动啊，顾名思义，像老虎啊坐在这一样。实际上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像这个类似于虚步跨虎那么一个动作。那这个动作呢，要求是左脚上前上半步，棍身呢从右后方。 向下向前，慢慢挑撩，我还挑挑起。右脚上步，形成虚步，虚步，像这虎啊做动一样虚步。这个动作啊，一定要保持平稳，目视前方，两眼一定有神，棍呢斜向前方。同时，这个上棍撩棍这之期间呢。
手要拧转，要拧转，拧转棍法向上。这个做一个简单讲解吧，它有个基本用法。基本用法就是说，对方啊可能会劈我劈棍，劈棍劈空了，劈空怎么办？我在这儿借他这个借势，不怕他劈，他这样一劈走，这儿点攻击他，是吧？形成一个撩棍、撩阴、撩裆。下一式，风卷残云。下面讲解一下风卷残云动作要领。风卷残云啊，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有这威慑力的一种这个棍法。它是通过云棍、云扫，最后转身。这个棍呢很漂亮，也很潇洒，是吧？体现了道家仙风道骨和飘飘欲仙从空中飘荡的这种感觉，很飘逸，也非常稳健。那么这个棍法也表现了蛇代表是棍，代表是阳，代表是火的意思，往上升腾；龟啊，代表是水，向下沉落。所以说，重心降低，棍上挑。那么这个动作啊，从整体上讲，它寓意了武当派的这个标志性的这个概念，就是玄武神这种概念。你可以看到，下边像龟一样盘旋于地，下边蛇一样在龟下盘旋而起，龟头和蛇头相对，眼神呢斜向左方，平视。那这个棍法也有它实用价值，我们再讲做一些讲解，是一个暗藏杀机，转身运棍，这个非常巧妙。那么首先是我们利用这个，还有一个除了这个劈棍、点棍，它这些基本用法之外，还其中有一个，说对方啊从斜面斜劈。斜劈啊，咱们说斜劈，哎，我先不是往头上劈，哎，我先挂住他，先用这种感觉，挂了以后转身，往上撩击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走，那么这个可以走，哎，走，从这儿走，往上挂住他，走了，再打。那么到打击了，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侧身打击，比如走。侧身，走，这儿打击他，也速度很快。或者说，对方啊，刺头部，这儿挂击头啊，利用身体走，打击也是一种方法。或者说这个，往上稍微略微挑架，比如说对方正面劈棍，对方劈棍，我这儿接着挂住他，走，打击。所以进步巧妙、快速、稳健，然后运棍灵活。下一式，风摆荷叶。下面讲解一下风摆荷叶动作要领。那么谈到风摆荷叶了，咱们都知道这个道家功夫啊，它非常这个尊崇自然。那我在我们整个学习功夫当中，一直突出了一个对环境的爱护，对大自然的热爱。那我这风摆荷叶啊，表现的是荷叶在风中摆动，然后象形取义，利用道家功夫和道家的这个内在含义，来形成一种棍法的演练方法，由此达到强身健身和防身这么一种作用。那么咱们先看这个前边的棍法，打出来看起来很有气势，也很潇洒。那么后边这组棍法呢，是要求这个很飘逸，一个小云棍，而这个云棍呢也是个反向连击，而这个动作啊也非常优美，具有这个我们传统讲的自然美这种这个概念，很美，很漂亮，而且也非常有攻击性。第一个要注意上步，上左脚，扣右脚，再上左脚。云棍点棍，那么前边这一组啊，是一个动作很低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膝盖啊基本上离地面只有一寸左右了，很低，是吧？甚至有些可能跪在地下，
我们要求了，不要跪地，离下一寸左右，棍斜身，要上步了，伸起身，圆棍点棍，讲解一下他的步伐。好，这个对方对头劈棍而来，走。那么这个劈这一劈棍呢，马上都有攻击了，人呢和他的棍。 可能会同时被击出，往后一个啊，走，发力，可能人马上可以打出去，所以这个力量啊是利用腰力和腕力以及棍上力量一起走。大家注意再看，走，收棍，好走，哎，往前走，好，这个棍呢，当然我们可以用腰发力，下一式。 乌龙摆尾，下面讲解一下乌龙摆尾动作要领。乌龙摆尾啊，顾名思义，是从前向后有一个反点的棍法，然后利用这脚步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利用右脚向左脚后方再插，插步同时了。 棍法自前撩向后方面点击，形成个摆尾之势。摆尾之势，这棍法比较简单，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实用解说。好，比方说，对方用棍刺激我腿部，刺激头，刺激腿部。 那我可能迅速我会移开，再插这个插步，利用这个反击点击他，这对方棍一点击走，从这儿点击他。所以用棍呢，和什么尽可能用四两拨千斤，后发先至，一静制动，这种哲学思想，这种道家的这个哲学来认识玄武棍，会更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。下一式。 黄蜂出动，下面讲解一下黄蜂出动动作要领。黄蜂出动啊，仍然是一个中攀点击动作，它是与上式啊乌龙摆尾连环使用。好，我们再讲解一下用法。好，比方说。 这个对方攻击之后啊，一个，不是攻击腿部啊，攻击腿部，那我这一个连击，那对方会迅速的反应，他会架住，那么有个架这个这个可架的这么一个反应动作，那我们现在黄蜂出动啊，都体现了一个上下连击，我迅速的用这个反棍呢，反棍，这儿是攻击他，上面点，下面攻击，是对方防不胜防。 喜鹊蹬之，下面讲解一下喜鹊蹬之动作要领。喜鹊蹬之啊，顾名思义，它是一个先是先挂棍，然后点地，着地啊，点地，点地开始上右脚摆步，利用身体惯性往前蹬，蹬了以后啊。 这个脚要迅速收回，迅速收回。那我们可以做个正面看看。这个蹬着以后啊，迅速收回，那保持这个重心呢、啊，这个平稳。我们可以把用法再讲一讲。大家注意这个挂棍和这个拖地，然后蹬腿，这些动作啊，保持它的完整性。好，挂棍，挂之后啊。 收棍，再点好，我这儿控制它，然后用腿攻击，攻击或者包括攻击这个，胸部或者膝盖腿部，那么这棍呢正好要挂开下去，腿走。好，他攻击啊，和他中攀和下攀。那么这个动作啊，看起来这个确实由他腿脚并用和利用棍法巧妙的接击对方的攻击。
然后完成这个腿部啊，迅速出击，蹬击腿部，是吧？攻击对方的这个下盘。下一个动作，风卷残云，讲解一下风卷残云动作要领。风卷残云呢，我们在前一部分呢，已经有这么一个类似动作，是过渡。 那么这个仍然是不同方向，总结了一个变化。它的用其用法了和要领与前一式风卷残云基本相同，要求一致。在此啊，不多这个更多解释。下一式风摆荷叶。 下面讲解一下风摆荷叶动作要领。那么这个风摆荷叶仍然也是一个过渡动作，我们在前几个动作里边仍然也有这么一组这个云棍和击棍里的动作，其要求了以及它的实用价值也是基本相同，要领一致。那再次就简略。 下一式，白圆献果。下面我讲解一下白圆献果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撤右脚，向后撤步，然后再撤再转身，上左脚。 要棍上挑，用后把上挑。那么这个动作实际上是一个转身动作，转身呢要求这个自然流畅，然后在用法上要掌握好角度和用法。我们讲解一下它的用法。转身，那么这个转身呢，最好是上边。 对方来棍从后方向我头部劈棍，是往上劈棍，劈头了，我们最好上面挂住他，上步点击打裆部，是吧？上面挂棍，下面打裆，也可以把这个角度啊，可以变大，就把身体侧开，来再劈棍。这个把身体侧开，侧开之后了，上步点击。 内部，等一下内部，这个也成为白猿做这个做动。那么要求我的动作啊，一个眼神要到，眼到，棍到，脚到，三者啊，要形成一个连贯动作。注意这个腰部放松，两个腕和这个肘部、肩部放松，要放松，使他这个撩击动作啊能够自然，更为流畅。